那样东西很重要的，为什么？你们看到，那个就是底裤了，那个就是袜子了。事实上，袜子给底裤还有臭，很难洗，没问题了。甚至呢，我用了之后，我就是很多很多朋友了，阿芳很好用，什么味道都没有了，只有闻到这个味道，哇 ，very good， 每个人都很怕。洗袜子的，我对你说，当你用了我的方法之后，你会好喜欢洗袜子的。包括我现在都是好喜欢洗袜子，为什么？很有满足感呢？为什么？哇，这么臭的，我现在洗了之后，完全改变那个袜子的感觉。哇，怎么洗的好？首先呢，我们将水弄湿掉先，唔好这么多水啊！小小就好了，弄湿就好了，不用浸麻烦了，不用浸了，后来先浸没问题。啊，然后呢，尽量少一点水，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一种折耳量，呢种系粉剂嚟嘅，啊，折多少你喜欢呢？如果我靓色嘅，咪是少少咯。啊，咁 try 它，如果因为我真的很臭很臭，臭到我真系不敢洗啊，真系想丢了的。你见我很靓色的，哪里舍得丢？这样洗洗洗洗它，咁啊，然后咧，咁啊，洗了，哇，呢条袜子真系臭啊！我的儿子刚刚拿出来帮他洗的，还有底裤怎么洗呢？因为我们小便嗰度咧也是蛮臭，尿味、大便味道嘅。咁啊，然后咧，衣服不需要，系主要因为对付呢啲系很臭嘅东西，我们就用很臭嘅方法对付它就好了。OK。就是咧，將呢度咁樣嗱，呢條呢條啊，咁樣咁啊，洗了咗之後啊，咁啊得噶啦 ，OK 噶啦，嗯，然後咧，我們就啊覺得啊，現在就過水啦，過水啦，不需要等到啊浸它，浸它也不好，很麻煩。咁啊嗱，你洗了它的粉咗之後咧，嗱洗了啲粉咗之後咧。然后呢，你洗干净啲粉咗之后呢，倒啲啲水，咁啊倒啲啲水咗之后呢，其实呢种味道很臭，臭味道嗰种折耳量，咁啊然后呢，洗两个啦，洗两个啦，嗱我不用浪费时间啦，嗱洗第二个，然后呢倒掉啲水，倒掉啦，怎么用呢？倒掉啊，就是用呢个方法，用如果你立刻洗。那个啥呢？浸它半个钟头就比较好了，一粉啊，同埋臭味道完全可以跑丢了。多点水，个盆让我给你们看，就方便你们。嗱，浸多点水啦，你等阵我嚟冲厕所，可以省水。因为呢条就是一条布嚟嘅，其实没有干的，因为可能我就昨晚洗了咗之后咧，洗第二个，咁啊。令啲粉已洗了啦，咁然後咧第三次咧，我就晾乾啲水先，因為呢條係包嗰張凳就比較肮脏的嘈的，咁啊浸半個小時，咁然後咧最遲後將啲屈子浸你半個小時啦，就拿脱曬就 OK 啦，沒問題啦。嗯，係這樣，接下來這裡啦，希望你們好用，省錢。OK， 拜拜。